好吧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没有。OK， 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是吧？嗯，准备好了啊。安静啊。下面播放的是专属于成都场的闹铃。给我举个手，你这个男人怎么能说再来一遍，累死我了。那么接下来成都的一个，我们每场都有限定嘛，那么我们现在就会出来一个，你们进来的时候有票根，现在我要抽一个出来。